长沙今天终于下雪啦，坐在我们家客厅看这个雪还是挺棒的嘛。而且现在雪真的下得好大呀，你看树上已经很厚的雪了，看到没，这个雪在飘。哇，南方人民好兴奋，走嘉文，我们出去玩雪去。哎呦，我们嘉文第一次见雪，好开心，一直蹦跶。要去哪里啊？刨土。哎呦，什么？干什么啊？你不怕冷啊？哎呀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哎呦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穿那个雪。哎呦，嘉文，嘉文。爸爸，手指好脏哎，手指好脏。哎呦，这个湿的。跟雪一比，它的毛好黑呀。真的，怎么会有一只这么可爱的狗？哦哟。回家了，你已经全身湿透了。没有啊，还要玩啊？那就玩吧，我们今天不回家了，我们今天住在外面了。你跑慢点，我要摔倒了。